其实循环赛上的对手很多我都已经打过一遍了，然后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了解，其实对手是谁并不是很重要，我觉得重要的是要先把自己做好，因为网球场上胜负输赢的事情其实很难去控制，但我觉得如果把自己做好了，我赢的机会就会更大一点。我还是希望寻求新的突破，然后呢可以在不管是成绩上面还是技术上面更加进一步的挑战自己。